嗯，为什么你的眼珠子这么好看？可能也就这一点好了。我要分享你手机了。就是那种浅色的，好好看。你是喜欢这个就觉得好看，不喜欢的就觉得。没到进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？有的人喜欢黑眼睛吧。这个眼睛就是带审美可能就好看。因为呢，就因为浅色。戴美瞳会很窒息，你会吗？我不会，我就感觉我必须戴隐形眼镜。真的吗？去哪儿了？